五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长达四十五分钟的对华政策演讲。布林肯原定在五月初发表这次讲话，但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推迟。他在发表演讲之前，美国进行了一个月密集外交活动，重点都放在印太地区，其中包括拜登出访韩国。 和日本，拜登这次出访与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会面，部分目的是为了反击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还试图在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创造新的契机。他在本月华盛顿举行的东盟峰会上宣布，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还是回到布林肯的演讲上。布林肯在演讲中说：“美国并不寻求将中国从全球经济中分割出去，但希望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华盛顿不会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不会试图改变北京的政治制度。但美国将捍卫、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 和制度使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有可能共存。布林肯指出，虽然俄罗斯代表一个直接的威胁，但华盛顿仍然持续关注中国，因为北京对国际秩序构成了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抨击，他说，在习的领导下。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变得更加的专制，在国外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他的权力破坏使其成功的原则和制度。在演讲中，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随时准备在一系列问题上增加与北京的直接沟通。不过，他也重申，但我们不能依靠。 北京改变其轨迹，因此我们将围绕中国塑造战略环境，以推进我们对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在台湾问题上，布林肯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治的承诺，而拜登本周早些时候曾宣称，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军将会介入。 纵观布林肯的演讲，应该说啊，他的语言还、啊、是很温和的，但是讲话的内容分量很重。时评人士吴强认为，其中最具有战略性之处是将中国定性为唯一有能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国家，相当于设定了美中两强在多个领域长期对抗的框架关系。布林肯一方面重塑。 冷战，一方面要否定冷战，其实指向了一个比冷战更加危险的未来，那就是中国作为比俄罗斯更加危险且持久的敌手，美中热战的可能性恐怕也无法排除。对于美军是否护卫台湾，吴强说：“我觉得这个倾向是很清楚的，就是如果台海现状被破坏。” 那么美军、美国是一定会介入的，这跟一个中国原则本身并不矛盾。中国政府他们会从拜登访问韩国和日本，以及布林肯这次原则性的表达中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的讲话呀，尽管在语气上不同于前国务卿蓬佩奥啊，在尼克松图书馆。 对华关系的演讲那样剑拔弩张，但性质是相同的，是一篇口气温和但颇具威力的冷战檄文。尽管目前俄乌战争冷战火纷飞，但美国已经将中国置于比俄罗斯更加严重的战略威胁地位，冷战的铁幕已经降下。 按理说，中共高层应该积极的应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习除了依靠战狼继续狂吠之外，他正集中精力打击他的对手李克强。李克强于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了全国稳定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省市县有十万大小的官员参加。他在官方层面承认了。 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经济的确已经哀鸿遍野。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三月份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三，转为下降百分之二点九，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百分之六点一，幅度比三月份扩大了五点二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百分之十一点一，比三月份扩大了七点六个百分点。当月进出口增长仅为百分之零点一，其中出口增速比三月份回落了十一个百分点。全社会用电量由三月份增长百分之三点五转为下降百分之一点二。惨淡的数字啊，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李克强坦言。 经济影响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财政收入。四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下降百分之五点九，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的更快，达到百分之六点六。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这些地方都是对中央收入进贡献的最大的幅度啊，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小的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降幅。 李克强还表示，四月份的发电量、运输量、新增贷款量都是负的，企业注销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一。企业的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二零二零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失业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六点一，特别是三十一个大城市，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六点七。 大学生为百分之十八点二。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李克强没有明言，但与会者都心知肚明：上海正是因为中共最高层严苛的动态清零政策、大举封城，导致经济停顿，影响了周边的江苏、浙江等省经济的运行。这几个纳税大省收入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央的。 财政收入，而李克强提供的各种官方数据，并将中国经济目前遭遇的冲击与二零二零年相比较，并且认为前者比后者问题还大，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说一句，也就是中国官方的数据历来造假，所以李克强报的数据其实还要打折。 要想解决中国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习要放弃动态清零防控疫情政策。如果继续清零，李克强所言的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没有经济活动，失业率增加，投资和消费者信心都会下降，而这将进一步导致投资减少。 就业恶化、消费保守，甚至抛售资产，选择跑路，这样的恶性循环给中国经济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李克强透露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相，而且在如此众多的官员面前，暗示中共的清民政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倒逼，让习很难堪。 很快，习就采取了措施，中国官媒开始删除关于李克强讲话的文章，并且就在二十五日的当晚开始狂删李克强讲话的全文。也是在二十五日临近午夜，党媒《经济日报》发表题为《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文章，基本上否定了李克强在当日下午的讲话。次日。 党媒全文转载《经济日报》的文章，首先突出了习近平不久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经济的说辞，并称这是科学判断形势、全面把握大局、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只字不提李克强下午的讲话内容。所谓的。 科学判断形势，就是不要只看当下的困难，而要从较长的周期认识到中国经济内在的规律和大趋势，把握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底气和后劲，以及外资投资增加表明中国市场依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要有中长期预期和信心，要把一二月。 向好的国民经济运行与三月份以来的情况分开看，后者是受疫情的影响，但中国经济依然显示了强大的韧性。为了支持中国经济向好、基本面依然坚固的说法，文章还以基础产业支撑有力、基本生活类商品产销持续增长、消费投资增长、高科技制造业增加。 等来加以分析，并称中国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回旋余地大，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长期向好的硬底盘不会改变。具体到当下经济的发展，要秉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而文章核心不仅是在否定李克强对中国经济惨状的认识，而且也是在否定他。 认为清零政策阻碍经济发展的暗示，换而言之，也就是习近平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李克强讲话被删被否定，说明习对否定其清零政策的态度绝不接受，也不满李克强所说为二十大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的账。这也意味着习。 能掌握手中的大权，而李克强虽然有心发展经济，但根本问题不解决，动态清零不放松，经济和民生将继续恶化下去。习啊，要算政治的大账，要二十大连任，他必须营造一个伟大的盛世和伟大的领袖。而李克强临近退休，想留个好名声，极力稳住中国经济。 习李不同的思维，自然决定了他们有不同的举动。但习近平掌握着国家的权利，李克强也只能像温家宝退休前一样，表明自己很清楚中国的问题，也努力去做了，但无能为力。但是习李不同调啊！于二零一二年，温家宝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不能相比的地方。 那就是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可以，而现在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形势，经过习这十年的折腾，已经是物是人非了。中国经济再这样风尘清零下去，是要出大事儿的。在邓小平时代，中共体制还有一定的纠错能力，还是可以聆听底层民众的呼声。 但今天，习近平否定李克强拯救经济的行为，表明中共已经彻底丧失了纠错能力，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国际冷战铁幕已经降下，中南海的一尊还在自娱自乐，只听颂歌，不闻雷霆，为自己欢呼，为自己喝彩，但不知惊涛骇浪即将。 扑到眼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您的收看。